走，我们先去体检。舞会的时候跟小蜜桃玩，完全就是一眼看中吧。她可能在她妈妈的引导下也比较信任我，然后我们一直在玩。我的班级里，所以小学小朋友来说，我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她一点，才能渐渐适应这里的环境。一个人说现在我都可以见到妈妈了。谁啊？我想环游整片星空，找到你的星球，摘下还你的笑容，穿过了银河的尽头，带着我的温柔，终点在你的心上的我。这个是不辣的，打个哈欠。干活需要戴手套。好丑啊！开哪一个呀？开贝贝还是开成轩呢？我已经说完了，开贝贝还是开成轩啊？我们看一遍，然后慢慢的再来看小蜜桃的领装，好不好？我帮你扭个紧点，好不好？我自己来扭吧。哇，真棒哎！是的，大家都在那努力做桌子呢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过去和大家一起啊？是不是？走，我们一起去组装桌子。我们大家吃饭的时候组装桌子，是不是？